对，好不留情啊！夏普阳已经好多球，就是这样得手，真够水准啊！你们现在大家都是同登同分的状态，是可以任意攻击的。 哇！不过又是夏普阳建功，好球！夏普阳好球啊！夏普阳大概十次出手，有八次都是有效击球。夏普阳进攻。 很有效率，打击率非常高啊！反正两胜制的毽球项目要进入到第三局了，而在前两局呢是蓝队、红队各拿下一局。那如果第三局是黄队拿下来的话，那怎么评判毽球项目谁是获胜队伍呢？这个时候呢就要比他们前两局或者是第三局的分数的加总。像是我们前两局呢，蓝队呢是拿下了22分，红队是拿下25分，黄队是20分，加总下来。比赛，蓝队先攻！哇，这颗球落地了，哇，徐阳不错，徐阳，轮到了红队的进攻机会，这边要退后一点啦，那个德伟，你看，哇，真的是刚刚一风就吹了起来，你看，看一下，对，5:7了，5:7了。 红队，把球可以先拖起来，快点位置，德伟退好，下球架好，德伟，不一定是跑，哎呦，徐伟哲的攻击机会，好球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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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顶起来呀！郭牧回来，界内了。哇，不过选手都尽力了。我有说过，这是呢毽球在全明星运动会第一次在户外比。嗯。对的，顶级会下回要是冲上。真的毫不留情啊，上回已经好多球就是这样得手，真够水准啊。哇，那现在黄队要紧张了，右边右边，黄队的攻击机会，他就是要攻红队，不能喊错。哦，进球，进球，对，开赛还没落地，再打回来。这就是永不放弃的精神啊，就算界外了也要想尽办法不要让它落地，很努力想救，但是真的没办法。那现在分数又接近咯，没错，5-6啊，红队6分，讲话讲话，蓝黄都各5分。打打，所以红队现在要可以任意攻击，注意一下场上。红队刚刚又是5秒没有击球为例啊，现在形成了3-6了。红队哦，蓝队这边独立把球给救了起来。蓝队四号的吴启阳，啊，出来，啊，红队死命救球。等位，退后一点。没错，很好，防守。红队稳稳的守下这一球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同登同分的状态，是可以任意攻击的。哇！这一球，吴许阳的手一个6-2。哇！不过又是夏普阳建功，夏普阳建功，第三局的比赛进入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了。往下了吧？哇！哦！击球过低了，这一球。眼睛好好哦，火眼金睛。好，所以现在的分数变成红黄两队都是8分，蓝队可以可以推起来，推起来，回来。壮壮在这个时候，壮发挥的效果。不要急哦，看位置。要躲。好球！夏普阳好球啊！夏普阳大概10次出手，有8次都是有效击球。对，夏普阳进攻很有效率，打击率非常高啊！防好位置，开始了。这边，陈毅右边。现在他们只能攻红队了。哦呦，这个神龙群西漂亮，看东打西啊！这一球很快速的落地。那个刚刚也是黄队就疏忽的地方，就那个地方完全大空档。对对对，
哦，所以现在紧张了，因为已经有一队是拿到了10分，红队再得一分呢，就有一队要被淘汰。好，现在三队都是10分，红队要是要攻蓝还是黄呢？到底会不会联合之后来打主要敌人？不露，他攻击蓝，蓝队接住了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哇！蓝队攻击，红队全攻。所以呢，现在蓝队跟黄队都达到了11分，而红队被淘汰了。守备希望是天衣无缝的状态。红队会往哪个方向攻击呢？黄队这一次的攻击。得分。哦，得分了，要比总得分。哇！太难了，红队他没有想要移动他的球，哎，直接就出手了。蓝队顶起来，蓝队马上快攻，红队球起来了，接住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太高了。这颗球用脚，用脚顶起来，打开。这颗球打到女生，球救住了。这太经典了，直接上面把球给接住。打开，是蓝队啊，赶过去啊，救起球来了。赶快找一个好位置，希望可以出手。蓝队这一球，这一球，13-12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，在3战2胜制的毽球项目，蓝队是拿下了2胜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。